上增加了强大的吸附功能，不仅可缠绕在汽车方向盘、自行车把柄、户外栏杆、树枝、树干等任意物体上，也可吸附应用在任意光洁面的办公桌面、茶几、墙面、厨具、门窗、地面瓷砖等上，做手机支架来追剧、录像、拍照、视频、聊天、导航等，是继八爪鱼之后的再一款神奇的多功能懒人支架。